你的手机、钱包、衬衫都是我的，你的笑容温柔体贴都是我的，你的朋友、时间、生活都是我的，我和你好像有点坏呢。我的三餐、宵夜、点心都是你的，我的任性、胡闹、脾气你都全包了，我的朋友、时间、生活不是你的，为何你还是有点怀疑呢？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也随我高兴，你懂得，每次都在抱怨着，说这样真的太严苛，因为你是如此独特。你的手机、钱包、衬衫都是我的，你的笑容、温柔、体贴都是我的，你的朋友、时间、生活都是我的，我和你好像有点坏呢。我的三餐、宵夜、点心都是你的，我的任性、胡闹、脾气，还是有点怀疑呢。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也随我高兴，你懂得，每次都在抱怨着，说这样真的太严苛，因为你是如此独特。对呀、啊，哎我们哎，阿安大明星开始了哎，今天中午就跟大家见面，这位太哎这不哈哈，对不起，我这位太太忘记了是这位小姐哈，这位小姐很久不见，然后非常的开心，今天你知道要来安大明星，我们就是比较害羞，就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是，当然你知道就是我们见面也都那么久以前了，对，好久好久不见了，真的哎，简廷瑞来到现场，欢迎你啊，安大明星，今天是简廷瑞耶、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在办公室这样还可以吗？就有点有点害羞吗？对，不要这样，这种赤裸的感觉蛮好的吧。然后今天简廷瑞，您可以站起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吗？虽然穿运动服有什么好欣赏的，我个人只是觉得他也是很哎、欸，可以拍一下那个，对，我个人觉得他今天就是纤瘦的腰，我一直很好奇，小姐你有20寸吗？有吧，我是不好意思去丈量什么，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你今天可以在 IG 回答这个问题吗？好，那我待会你自己回去量一下，对，我个人目测大概应该19，大不了不起19点多到20，真的很久没量了，真的。然后之后请坐请坐，所以你一直在积极的瘦身吗？因为很漂亮的一个线条的感觉，就是而且很健康啦，重点是健康，就是蛮积极在运动，对，因为我觉得体态蛮重要的，对，然后因为运动本身也是我的兴趣、嗯、真的，而且你每次出现都是校花嘛，所以也不能随便让自己太邋遢对，尤其之前就是常常上次碰到健安哥的时候应该是很肿的时候，没有，就是比较也不是，不要这样说，就是比较 Q 弹，谢谢，对，你知道那个就是胶原蛋白比较多，对对 对, 對，现在都留在该有的地方，比方说脸啦，哪边就很可爱，真的也长大了，真的啦，哎，好了，今天很开心那个 David 来，然后这个其实他今天是带着自己作品，快点快点快点，哥要礼物，对对对，
然后都还没写完，只写进来一个三个字而已。然后小雨班就来那个，哎，快点介绍一下进来。我这人最好的，就是你知道发片嘛，真的很辛苦哎、欸。上次发片都几年前了，两年前 了。然后第一次发片都几年前了，四年前了。对啊，都平均两年发一张专辑，也没有到，都是之前是 EP， 这次算是一个迷你专辑。对，这次的歌有比较多，这张专辑里面有六首的全新歌曲。的白色的衣服。天空就是很夏天，然后粉粉的，很梦幻。是，快点跟大家认真的介绍。我们这个就是让你，你要从第一首讲到第六首，然后节目结束，我们也 OK。好，对对对，好，开始讲，三二一 ，Action！ 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简妮 ，Right now。你真的很做作，不用唱，就直接来就好了。这张呢是我的个人首张迷你专辑，然后叫做《大卫女孩》。大卫。那这次里面有六首的全新歌曲，那这次的首播主打歌叫做《奇怪女孩》，刚那个奇怪女孩，刚刚是都是我的，对对对，奇怪女孩是等一下唱的，我都乱了。对，奇怪女孩是第一首暖身主打歌，然后是 Peggy 徐哲佩制作的。而且我们还蛮开心，因为她是我本来就很欣赏的创作歌手。我以为是你以前就认识的朋友，没有没有不认识，就是偶像这样子，就觉得很欣赏她。厉害耶！对，她很厉害。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她的歌，走一种很梦幻的，又不知道怎么讲的路线。没错，就是一个。她以前唱的什么叫什么气球啊？气球就是气球，对，就叫气球，对不对？我搞什么东西？对，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听他的歌，然后这次可以收到他的歌，然后他也可以替我制作，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酷哦、对，而且他本人真的就是一个梦幻女孩吗？对，就是一个小精灵的那种感觉，梦幻文青。对，真的。哎呦，好难形容他哦。就是、一個真的对啊，他好有，大家应该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奇怪女孩的那种。他真的是很少女，就是他真的是很少女。对对对对对，其实你也是啊。你有一种很特别的少女气息，可以到五十岁都还在。真的吗？我觉得是。希望。但你不要自己，你不用特别那个，但觉得这个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个人身上有这种气质是很难得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就你到了五十岁装可爱，我们都会觉得合理。希望，因为我妈现在是五十几岁，她也是还在装可爱。哦，真的吗？一定要这样说自己的妈妈，我觉得。关于妈妈这件事呢，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说。好了，你今天人都来了，那刚刚看的是 MV， 这 MV 是你的好朋友帮你一起对对对跨叫什么跨刀拍摄说吗？对，你这一群朋友真的很多人，怎么会想要找他们？都是我的 MV 是这群人，这群人的那个妮可指导的，对。然后，其实跟他们本来就是认识的朋友，然后这次也特别请他们来跨刀拍摄这样。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这群人，他们大家应该知道，他们就是蛮有创意的。是啊，他们就是点子很多，然后稀奇古怪的一堆啊一地儿这样子。对，所以这次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对，就希望可以有跟他们合作，有一些不同的火花这样。对，所以拍完之后，你个人也蛮满意的。我刚刚只是看到就是风景不错，然后光调的很美，然后那个景都选得很梦幻少女心。对，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一些其实也是蛮就是蛮有他们的风格，就是觉得蛮一点点的小搞怪啊这样子。还反正无论如何，反正歌唱销就好，然后那 MV 越多人去点越开心，然后让大家好麻烦大家了，真的真的就是好不容易就是。不论如何，那是 David 的用唱歌跟大家，见面的方式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种表演嘛。那难得这次有一个迷你专辑，所以也希望真的可以有一些很特别的回响嘛。对啊，对不对？希望可以让大家大卖之类的意思。待会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讯息，我们稍后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一直要讲稍后一直急急忙忙到底要干嘛？没有啊，人都来就是要唱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今天就是简单唱一首歌好吗？好，小姐中午开嗓了吗？就是还可以。因为你知道最近就是通告排得非常满，我有我知道你 IG 你 Instagram 都有跟我们说，对对 对，大家看到说、欸、也太满了吧，对，然后拍个动态在那边做头发，然后也还没有看到完整的那个内容，然后就已经来了，是没错，我就是来之前 po 了一个今天的那个，因为今天很多都是 live 嘛，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就是看看，就是可以一起来支持，然后。好，我现在就带来这首《奇怪女孩》。好，我们来听你唱《奇怪女孩》现场唱，然后中午时间听这个歌，然后现在，好，待会再跟你说。好，来听这位唱歌《奇怪女孩》。谢谢。好嘞，我的礼物哦。可可乐就期待下雨，下雨了。我却又想撑伞，告诉了我们去旅行，走两步我又想休息。
谢谢谢谢谢谢，太梦幻了啦。我都有一种就是现在是几点啊，然后现在刚睡醒那种感觉。真的，我是其实很紧张的。为什么要紧张？这里是你那个久违的一个，这是一个非常赤裸的地方。对对对，不要害怕，你知道你是一个大明星了，所以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要享受这个现场的感觉。是是 是。对啊，你总有一天也希望自己可以开一些什么演唱会啊，做更多的表演，对不对？然后那个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然后开始去习惯这种跟这种空间大声的唱歌唱这样子。刚刚那个歌听起来就有一种，怎么啦？哦，真的吗？啊，真的，你又破哦！就是现在在另外一个平台上有5000多人，哦、然后在三星网的平台上现在有20000人，然后我们一共有5个，哇哇哇，我们开了5个平台，我们叫贪心，我们就有5个平台可以看安安大明星，所以那个现在又。哦，现在5000多吗？就在那个他最喜欢的那个平台，他一直认真在经营 YouTube 上面的安安大明星，在挖去那个平台上，就是是我们制作人最喜欢的。他每次都会跟我讲那个数字，那我喜欢看那边，那边是三立新闻网上面现在的人。okay. 对，中午吃饭有什么跟大家建议？今天怎么吃才会吃的健康，吃的苗条？因为其实最近啊，我就是蛮控制自己的体态，就除了运动很重要之外，教练其实都会说教练。就是我的教练， oh. 对，我的那个健身房的教练， oh. 他其实都会说，其实呢，就像我们平凡人，我们这样子运动，我们不是教练，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吃这件事情呢，大概占了70%的重要， oh, 是哦、就是如果你虽然即使你运动。运动的很勤快，但是如果你吃没有去控制它，你的体态比较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容易这么快的去改变，跟对对对对、哦、改变，对对，要先改变到你要的样子。是是是，因为就像我自己，其实我健身了2年了，但我真的改变我的体态大概是这1年，就是因为我有去控制我的饮食。嗯，好，请你就用这种方式健身，我好怕那种女孩健身到就是肌肉的线条。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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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很多人都会，很多人都会害怕。對對對對，其实人家说就很害怕，就是女生，尤其是女生都很害怕说，我一直健身，我做很多重训，我会不会变那种肌肉女？啊、其实真的不用担心。所以你也有做重训吗？很难，我就是每天，我几乎是一个礼拜，我让自己至少去5天。5到6天、欸，我只休1天2天而已，我不会休超过2天。但我个人拜托你，这个手就是不要有什么变化。但我还想再结实一点。可以的，可以的，好，就是没有蝴蝶袖这样就好了、啊。对啊，就是想要再紧实一点，因为其实女生要变成肌肉女很难、哦，真的很难。原生的那个体态，因为就是天生的那种肌肉纹理也不一样。女生没有像男生那么好练，所以大家其实真的不用担心。所以女生练成那个样子，就是真的是发愤图强到一个程度。真的很难，而且然后搭配你的饮食，非常的控制。每天可能都泡在那边，对，然后你真的每天要泡在那边，对。所以其实正常女生真的不用担心，你可以去多少做一些重训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雕塑自己的体态、嗯。我真的为了配合你的歌迷，然后听你唱完歌之后，就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不会不会，这个问题大家非常爱问，啊、对，因为很多人都会私讯我说，你可不可以分享你的菜单啊，然后能不能跟我讲你重训都做哪些动作？哇，你现在成为那个台湾少男少女界里面这个很厉害的那种健康标靶人物这样子。可能因为之前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很肿吧，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改变，人都这样子。现在还不错，就会一直说自己以前肿。不是啦，真的没关系啊，大家反正照片都看得到啊，又没有差，啊、大家都可以上网 Google 看我以前有多肿。真的，真是个奇怪的女孩，都一直讲自己以前有多怎么样，现在很可爱就好啦。谢谢。奇怪女孩真的蛮奇怪，那歌词里面又写一些你们这些小女生里面莫名其妙的心思。是，对，因为那是你的心情吗？某种状态是。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比较古灵精怪、天马行空的感觉。有看到那种歌词就觉得很欠巴，就觉得就蛮好的，是那种概念。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像以前的我，在少女的时候，应该是很像演戏里面你喜欢演那种娇娇女，真的很欠揍那种感觉。对对对，我也没办法，还蛮好的，就是一直接到这种角色。但你个人其实跟这样的形象好像就是是没有违和感，那你私人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就是其实我。现在接到的角色啊，之前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就是校花、啊，傲娇，校花，对，然后比较好像比较温柔什么的，对对、嗯。除了那个乔可琪啊，之前在《飞鱼高校生》，她算是校花，但是她算是比较哦比较有个性的，比较算是比较有个性的，会打人那一种。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也比较贴近自己的。别这样，大家这个业界都真的认为你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小女生。没有，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角色。但没关系，现在出唱片比较那个是此刻最重要的事，这张唱片出的时间。还真特别、欸，真的吗？对啊，为什么？因为你发片的前天是妈妈生日，隔天你就自己生了唱片哎、欸。建安哥真的是很专业啊！是建安哥就是妈妈是前一天生日，
真的啊，不是吗？你不六月十五号发片吗？那我刚刚想说，哇，这女孩真特别，妈妈把她生下来之后就自己生了一张迷你专辑，就算是送给妈妈的给礼物。我觉得也不要这么勉强，妈妈可能也觉得。那你会希望你妈妈帮你唱《奇怪女孩》这首歌吗？我妈，其实我妈是很爱唱歌的。天哪，她唱什么歌？她前几天就是，她应该是唱什么《昨夜星辰》之类的吧。没有，我妈超级，她非常的那个，她的歌单比我还要新。真的，他前几天我六月十六有办一场那个粉丝见面会，然后在来的路上，我想说奇怪，妈妈怎么还没到？我就看到那个我们有家庭群组嘛，就是我的我的就是妹妹他们就 po 了个影片，我妈妈坐到一台就是可以唱歌的电车，哦，真的吗？她给她坐，她居然在上面大唱，你们是故意拼这台车？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说。就是他在上面唱很开心，而且都唱那种什么田馥甄啊，寂寞寂寞就好那种，就是歌单非常的新。不好意思，刚刚真的对你妈妈说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唱那首歌，我不是故意的，因为前几天刚好有人提到这个歌，我想说妈妈很新潮的啊，真的，所以妈妈真的有可能会在你的那个见面会上帮你演唱这首歌曲。但妈妈就是你逼她不要吧，我相信你是心情，你现在脸上就是这样告诉我说妈来就好，别唱。对啊，就是不要抢我的风采。不会啦，但妈妈如果上来跟你唱，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欸。我觉得蛮好，但妈妈比较害羞一点嘛。妈妈看起来不会很害羞啊。嗯，因为她会在电视上面大唱，但是等于之前有问过她，我说妈妈要不要在之后的场合啊，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唱歌？这样、嗯、她说。不要啦，不知道是不是装的。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那我的 key 是大概是什么？对对对，妈妈现在应该也在看。妈妈就是、啊、真的吗？她是一个忠实观众。祝您就是上个礼拜生日快乐。真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你们姐妹也真的很可爱，就是谢谢。就完全在 Instagram 上面也没有在互相就是理会对方，然后搞得跟陌生人一样。我看那个对话真的超好笑。只要为了要了解大家，我觉得在网络上搜寻倒不重要，现在就是要在你们的那些平台上，就会看到你稀奇古怪的生活，很爱跟粉丝回话嘛，每一个都回耶、啊，你真。是怎么了？就是我是觉得有空圈的，没有真的觉得有空的话，就是毕竟我觉得歌迷朋友们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嘛，就是支持。那我觉得，当然我只要有空的话，我觉得尽量可以回复他们的留言。你真的很认真回耶，你不是那不是回一个什么爱心或者笑脸，那每一句都认真的，我是真的很认真。他说什么就回他这样。对对对对，对，连你妹你也回他，对，蛮好笑的。你很喜欢在网络上跟大家有这种互动吗？是啊，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个时代，蛮适合你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认真问我问题，我问认真，让很多人一起把你这样往上。讲话的那个主持人。个人手上，其实我想要先说，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几乎是学生出去。那我知道现在就是任务也是一个。他说：“那中午来好了，比较不会去吵到大家。啊”我觉得你也算是贴心偶像来着。对啊，然后我觉得那个签唱会的时间。大家因为七月初我知道还有最后大考、嗯、我想要让大家就是可以专心的准备考试完再来，就是父母也不会那么担心。好好哦，那会不会在那个见面会上变成一个解题大会，就是有人会拿题目去问你？题目问我的话，我觉得就先不用啦。不会啦、就是、你可以把你那些爱读书的朋友都找来啊，大家一人回来，比方说什么涂善存啊，比方说谁啊、就上来帮我回答这样子。对对对，真的。是啊，我可以考虑哦。好啊，那你那个七月十四在七月十四号是在台北第一场，在板桥的大圆白、嗯、下午两点，然后七月十五号呢是在高雄
高雄下午三点。天哪，你近视眼哎、欸！他近视好严重。想说这个版式有这么难看，走吗？七月十五号在高雄梦时代，在高雄的梦时代，然后晚上七点在我的家乡台中。你确定你这样两场时间你走得掉吗？高雄是不是有点大爆场怎么办？你怎么按耐人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让我来不及，没有啦，没有啦。我也觉得我好怕你来不及耶、欸，我认真的。我们会尽量赶，我们会坐高铁啦。所以就是但台中台中签完名之后就准备回家睡觉的意思。你说住在台中吗？对啊，你不是台中，你刚刚不是说那是你的、那個？是我是台中人。是啊，其实但现在都在台北生活了。对，现在就在台北，但是其实我的爸妈都在台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住一晚这样子。就是很久没有回台中了、哦。我们懂了，我们懂了。所以神秘嘉宾应该会在台中场出现，一起唱《奇怪女孩》。哦，有可能哦。还是他其实会跟着你到处跑来跑去啊？嗯，就是都有可能。我每个地方都有先安排了一些亲友团这样。真的啊？哎、欸，说真的，你跟妈妈感情应该蛮好的。我们家人其实感情都很好，就是跟爸妈、姐姐、妹妹啊、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感情都很好，就是都很像朋友的相处啊。嗯、所以之前发生那个新闻，妈妈有很支持你吗？啊？什么新闻？其实跟真的一样，你跟那个朋友啊，干嘛干嘛的啊，都认识嘛，对啊。对啊，其实蛮好笑的。真的，我的家人、嗯，我的朋友，我家人几乎都认识，因为我其实也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我妹妹还有我的小阿姨啊，所以其实我们都很亲。然后因为本身就是跟我熟识的朋友，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是一个蛮宅的人，除了工作之外，我要不是在健身房就是在家，然后最喜欢在家里，我就是喜欢在家里看电影啊、嗯、或者是朋友如果想约我，他们都知道晚上比较难约我出去，我是一个除了就是比如说今天是比如说杀青酒啊，或者是朋友生日、哦、就是有这种事件的东西，我才会觉得好晚上可以出去、嗯、不然我是一个蛮懒的人，是就是而且我就不太喜欢太晚在外面，我会觉得哦很累，就是很老人啦，不会啦，没关系啦，有时候还是需要休息嘛，所以对，所以其实蛮常会跟朋友约在家里的，因为我家里也很多人嘛、嗯、就是跟家人一起，所以那真的就是一个朋友来家里聚会的概念、嗯、懂，因为两个都认识，所以我刚刚其实我们两个在一直在偷笑讲这件事，然后完全的、啊、没有可以看谈，就是讲完就好了，对，因为他写的跟是就是好像真的，我自己看我都有点觉得、哦、哇真的我真的都要信了，还不错哎、欸、对，连我那种很熟的朋友我都还会传 LINE 给我说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我是点点点，我想说对，我们刚才想说我们要打电话给他，然后我们还现在不敢接扣号，是不是扣号立刻扣号给他，真的假的，开玩笑的啦，干嘛这样子把他拉下水，我觉得可以让你聊这件事，我就已经 很害怕好大方啊，就刚才跟那个队伍在讲说哎、啊欸我们真的是私聊的时候讲这些事，然后不小也不是不小心啦，我觉得在这里聊应该还好吧。现在我是个人不是那么 care 啦，我不知道他啦。不是啊，我们都无所谓，就是大家好朋友，但对啊，就是让你的歌迷知道说，哎、啊，其实有些事也没那么秘密啦。对啊，啊也就也是还好。害我这样不好意思，真签唱会不好意思叫他来了。真的吗？就来啊，就来啊，就来啊。希望他不要害怕，可以来啊，可以来支持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哎，好好，那就一起去，那我们就大家也去帮你那个拍照。啊、可能麻烦建安哥叫他来了，不然我觉得。好，那我等一下赖他。你现在他应该现在还在睡觉，没有啦，他的这个健康男孩肯定都已经睡、啊，说不定他现在偷在看我们。哎、欸，涂山群众也看到的话，我现在连自己叫名字。14号的话，可以来支持一下前场会。OK 啊，但我们跟他这样讲，就十四号要他去。对啊，一定要来吧。好啊，他也是大家好朋友，拍戏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比较特别，留下来就是一些工作当中的记忆跟印象。是，因为其实我们拍完也应该有两年了吧，两年了，两年。你也。不要害怕，永远在一个最棒的状态当中，是让你所有的事情。对啊，嗯，真的。然后其实大家朋友联络嘛，就你也谈得来，就聊两句。对啊，嗯，他有没有买专辑？这个我还没有去检查、欸，我等一下真的会问他，叫他拍照给我看。要要要。然后你知道，对、啊、我要跟 David 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知道你发专辑，然后最认真帮你宣传那个叫殷晨曦。殷晨曦是？是。我今天在，我有有有，他我非常感谢他。就我第一个看到你帮你宣传是殷晨曦，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的，帮人家。要我们投票还是干嘛？对、啊，还会很专业，这样附上连结。有有有，他有附连结，对对。所以我就心想说，你应该人缘蛮好的，所以他们其实跟你互动都是轻松自在而且愉快。对啊，其实我们之前拍戏，就是我们大家都感情还不错啊、嗯。就是有空的话，像他们之前发专辑，他有送我他的专辑、嗯。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相。
也是一个交流啦，啊、年轻这一辈大家互相帮忙，要找谁帮忙？对啊，然后让去找刘德华。现在发片很辛苦了。哦，对啊，对啊，真的是。然后你知道，就你们是一群，就各自有各自那个支持者的人，啊、大家集结起来也是蛮厉害的一股力量。殷晨曦真的是蛮够义气啊！我记得他有说，我签唱会还是会来的。哦，真的吗？所以我们先集到两个那个小男神了。所以哇，开始乱讲的。不会就乱点啊！不然大家有空就来啊！这个哎，表长你的。你也是千军万马会来朝圣的一个现场、欸啊，希望大家有空他们来也算是沾了一下大家互相那个人气交流一下。对啊，他们来可能会多带一些，你知道吗？其实他们需要去妆法比较麻烦，你可以这样戴帽子来就好了。对，没有，我可以就是殷晨曦妆法，我可以帮你负担，好不好？多想要他来哦，真的。好啦，你这些好朋友里面，就是大家都也很支持你，然后这次你的应该是最支持你的，你这个公司嘛，终于也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专迷你专辑，是是是，然后找来这么多这位心里头，希望他们可以来，唱到他的歌的啦，或得到他们算帮助吗？要讲帮助这样对吗？好像也好像没有错，但也好像不是很贴切。也算像是那个嘛，这次的 MV，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帮忙，像都是我的 MV， 就是请到这群人他们来帮忙。是，然后其实里面的 MV 帮忙感觉是比较没有付钱的，哎，所以请你们可以有啦有啦，只是就可能有打个折这样。好烂哦！我觉得跟你讲，跟现在的那种你们这些青春小偶像说话，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定充满那种某种欢乐的气氛。是，你是天生会带给人家快乐的女生吗？还是其实你其实暗地里会晚上偷偷的流泪说，今天宣传好累哦？不，今天专辑到底卖几张？看一下我的排行榜。这样子，你会去检查吗？我觉得多少都会有这个压力，但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我算是一个，想蛮开的人啦。正能量。对对对，我觉得我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我就会觉得让它自然的发生，那我们就尽力去做。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如果大家就是得到大家的支持，当然就是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嘛。然后不管是歌迷朋友们，或是说像我在做这张专辑。像是 MV 啊，就是说是请到好朋友来帮忙。那其实 MV 男主角也是我自己的朋友，对，就是真的是也是一个友情客串，有啦，大家互相拉台，然后其实都是一个机会嘛。真的，谁知道这张 EP 如果大卖怎么办？迷你专辑，这已经不是 EP， 这是一张迷你专辑。而且哦，还要跟大家讲的说，就是这次我的抒情主打歌就是《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也是请到一个就是之前拍戏合作过的男演员。到时候大家知道，这 MV 应该六月底就会出来了。好，先预告先，因为我就想，我们今天没有要播这个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看的东西没有帮他拍下来？我们等一下会帮你播的是，啊，干嘛跟他们讲？对啊，看到最后就知道啦，大家就是可以去那个。支持一下专辑啊，或者是这个专辑其实在数位平台也都已经全部上架了，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因为这次这六首歌呢其实都还是蛮不一样的风格，跟以往都是其实差别蛮大的，就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感觉。然后这次其实蛮多歌迷朋友就是也会给我一些意见啊，就会跟我说哦，他觉得他喜欢哪一首歌什么的，就我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觉得这次的歌曲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都会看的。真的真的，我懂。没有没有，刚刚那一整段话就是让他自己讲，就是像他刚刚自己说的，现在这个时代，然后要帮自己把作品推广出去，其实真需要点方法跟机缘。对啊，我在那个我的那个平台上面，真的是宣传的蛮辛苦。怎么啦？那个数字我还蛮喜欢的。真的假的？因为其实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两个颜色，那橘色跟绿色。刚刚前面一个二，然后后面全部都是五，这样哦，真的有四个五。谢谢大家支持。你知道广大的观就是网络上是一个很奇特的界面，对不对？是。然后我们竟然可以在这种地方，然后四通八达到全世界。对啊。哎，你最远的粉丝在哪里啊？最远吗？你自己有印象的啦。最远可能是海外的啊，或什么？美国吗 ？OK 啊，够蛮远的。嗯，还会，你就看很多人上面还会有俄罗斯留言的。对，我有点忘记，因为我只记得。我就会记得，比如说前几个，就是除了台湾之外，就好奇说，哎，那第二、第三地方会是哪些国家？哦，你是说你那个整个大区域？对，它其实会设定，因为第一个一定是台湾嘛。我是很习惯在，比方说那些就最近比较常去你家，逛逛，就是看一下大家的那种状况。就每次想要来，就是谁家稍微那个聊一下那种感觉。对啊。我真有看过那个很多人家里有那什么俄罗斯啊、墨西哥，有会有一些看不懂的那种文字。对他们。
们对他怎么跟我们沟通？我也不知道，因为每次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说，我好想知道是哪一国的语言，因为我真的看不懂，因为那也不是英文。没有，还好我们有翻译年糕。对，现在真的很方便，所以他们也才看得懂我们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发文。然后他们的留言可能都是自己留完以后先帮你翻译上，对，直接复制，然后就上网。现在真的非常方便。对，我常常在网传那边看到说漂亮的男孩呀、啊、什么的，我想说啊，他应该是写了什么东西，让他帮他做这样翻译。然后你是一个在网络上用。最近比较频繁用直播跟大家见面的人，最近我开始用，就是开始，所以就听起来有点那个。对，因为之前我比较怂一点，就是像 IG 的直播啊，然后我从大概前几天上礼拜吧，我就开始开启了第一次。是，对，但是因为我发现，因为我之前一直不敢用，是因为我家的网络真的没有很好，然后这样这次我用，然后就突然自己断掉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最近在研究一下，看哪里就是我平常会去的地方网络比较好，我就会多开不会啊直播跟大家聊聊天。 你敢在直播上唱歌吗？敢啊。哦，啊，不然我们现在当成在直播好了。对啊，不是啊，我们现在就在直播、欸哦、现在就在，就当是你自己在直播，你不要理我，就当我在你旁边，你就哎，我当你助理、啊、真的是要练习耶。你知道我上礼拜在那边直播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在家里直播就是很尴尬，就觉得很紧张。 现在假装建安哥就是只是你的来宾好了啊，今天换你直播，然后我来当你来宾，然后我跟你说，哎、欸，简婷，因为我今天刚刚去唱片好吗？一张迷你专辑耶，其实我只是因为觉得它颜色很漂亮才买的，是是是啊，买完就发现，哎、欸，这女的长得跟你好像，哇，谢谢哦，讲到这个，要怎样？我你说，讲到专辑就是长得很像，我突然想到就是，你讲前几天就是我专辑自己发行的那一天，其实我自己去了唱片行。然后我想说，因为这是个习俗嘛，大家说就是你发专辑就要自己去买一张，对对对。然后那天我就自己就是去唱片行，我找我的小阿姨陪我去这样。然后呢，我就自己去买专辑，然后想说，就是而且我穿的这样一模一样，我刚好下通告，就是晚上结束，就是蛮快关。会，对，我就进去，没有进去。但结果那个店员完全也没有发现，就我去结账什么之类，就从头到尾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也没有对到眼，然后我还叫我小阿姨帮我拍了一段这样的影片，我今天应该会 PO 在我的 Instagram、啊、真的吗？好想看，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就是帮我整个，就是我到那边，然后就是整个过程，我拿了专辑，然后去结账到结束这样子。你那时候现在是晚上了吗？你刚刚是晚上，那时候快关了，因为快十点了吧。对啊，你逼迫人家在打烊之前，明明那个发票都打出来都结账了，然后你去没有，还没关，我看到就是在那个之前，我就当做最后几个客人、哦、请问你到哪一个唱片行？在那个，我是在那个东区的五大唱片。你说那个在那个什么顶好楼上二楼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去完之后就看到，因为我那会其实有发现实动态、啊，对，然后呢，说我刚刚在那里。对对对，然后就看到歌迷说，我刚才买完结束什么离开，我也是去那边买的这样。对，就检查自己专辑，哎、欸，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遇到有人在买、啊、想看哦，突袭的概念。请问你几点的时候要 po 这段影片的首播？哦就是、啊，那么久，这样预告很久，没事没事，你就吊人家胃口一下，感觉刚好等大家放学嘛，回家洗完澡，对，这样这位太太啊，就是要中午来跟大家聊天。不是真的，因为其实我还有每次想说直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真的很难挑时间，我也想搜集一下大家就是喜欢几点看直播的东西。我今天来这边才知道说，哦，原来中午大家吃饭真的是很适合直播，但是中午是就是安康大明星就是每中午的时候就是。好像陪大家吃饭是直播很重要的一件，对对对，一个功德。是，对，因为之前我就想过说，哎，中午不知道学生现在是不是可以中午用手机起来看？学生我不知道。对对对，可能上班族是可以的。我们打电话去跟那个训导主任问一下，就可不可以开放一下这样？哎，我觉得中午这很重要，你知道上班的中间那个过门的时间。对。看不清楚，你说歌词吗？变小啊，不是。你说放大吗？
不知道。有这个当初还追着我觉得在上面是就是一种沿着就是走一个比较动的风格，所以你穿这样出来只是它比较方便，对对对，再加一个，但是它就有加一个全套这样子，因为这次其实主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想把运动融合在里面，所以其实像第一套有融合轮鞋，然后再就是海边，然后再就是这个就是运动比较运动的服装，然后还加上了全套，对。哦，那请问穿这一套衣服的时候是在唱哪一首歌？这一套衣服的时候一共有六首，一二三四。哦，其实呢都是我的之后会有一个舞蹈版，就是。就是专门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完整的舞蹈版，然后是穿着就是迷你专辑发，就两年都在做这件事，都没有破不完的东西。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就是一直在那边创新，然后也算是一种资源不断的运用。对对对，这是一个新时代里面对于我们自己不容易有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应该要有的精神。对，可见你这次也是投入蛮多心力在这里面的。对，因为这次其实也是蛮感谢公司，因为像我们准备这个东西，我们从收歌啊，然后不管是后面的录音、词曲等等的，就是公司都有让我一起参与讨论，然后就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更贴近我的作品。而且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叫戴佩妮，对，没错，就是这次除了奇怪女孩是 Peggy 徐哲佩为我制作的，里面还有一首歌叫 Look at me now， 然后那首歌是戴佩妮的歌，她的曲，然后她也是我很欣赏的歌手，她真的是她的，就是真的是她的专辑我也都会买的。欸、对耶，所以现在是要帮我们播这首歌吗？对，这是。戴佩妮的歌曲，那他的歌真的也是本身，他真的也是我的偶像，所以这次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哇，就是这次就是六首歌曲，然后每一首都可以请到很厉害的制作人，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考验。你说颜色的部分吗？歌词觉得就是人到了一个，就是考验大家眼力的歌词本，人到一个年纪的时候，看没有，就是我你还好，我比较辛苦，对啊，不会不会不会。这歌是一个怎样的那个、啊？这首歌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歌曲啊。那你对，你现场清唱一下。
首歌啊？这我突然吓一跳，这个宣传集还没唱过这首歌啊！不要就唱一句就好啦，我就聊到了，大家那么熟，随便唱两句啦，快点！我看一下歌词、啊，给你看啊！太久没有，不会啊，这样有很这样有点小。嘉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首歌呢，是我这次这六首歌曲里面录最久的，我觉得最难唱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的想要叫你随便唱两句的这件事。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你要啊，好好，我就是让你介绍。我们今天来就是介绍你的那个啊专辑。这首歌叫做《Look at Me Now》，然后这首歌是、戴佩妮的，就是为我做的曲。然后是这首歌呢， okay. 其实想带给大家就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东西。正能量。然后它也是比较传达的讯息是关于。对对感情观呢，生活面呢，还是说是？我觉得是女生，就是女生对自己的一种，像我自己啊，很爱运动。然后这首歌其实有融合一些运动的概念、嗯，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很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听。它是一个蛮有力道的歌曲，有力道的歌。对，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有力道的歌曲。然后是听了蛮会，我自己觉得是蛮振奋人心的，是振奋人心的概念的感觉。是是是是是。好，因为我刚刚听你前面唱那首歌的时候是就是，轻声呢喃，就是少女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可能就是平时跟大家的。是聊天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对对对，这个就要比较有点强大嘛。对，另外很特别是在歌词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看这首歌的歌词。嗯，我也想要仔细看。就是对，因为以往就是我在我的社群网站偶尔就是会希望就是会分享一些比较有能量的可能一些语句，然后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自己喜欢看的。所以我们今天找你来的时候，但制作人又很开心，他觉得他很久没有写一张。就是梦想版，是对，是那种概念啦、啊。对对，是这种概念。看到你的那个平台的时候，对，我说哦，姐，今天可以请他写吗？我说，嗯，好，我来问他。对，因为真的其实蛮多歌迷就是蛮喜欢得到偶像的一些祝福。对，就像他们看到，他们可能就会说，哦，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看了这些话，我觉得让我有能量，然后鼓励到我，都快要变成教主了。我这样子，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帮助到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我会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这就是你工作里面的一个必要的细节。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除了就是可以得到大家支持，用表演的方式陪伴大家，对对对，也要能够用这个方式给大家。对，那这首歌歌词其实就我现在好需要你唱歌的能量。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对啊，唱一下。好，没有很紧张吗？真的是。比较紧张，刚想说应该已经成功的转移话题，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就没想到竟然还是记得、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说，简廷瑞这种现场才有的东西啊，最特别。然后我每次都最，你知道中午的时间啊，上次那个品冠来，然后我们就在聊，他就把整张专辑就唱完了，唱了十首歌、欸。真的是很厉害、啊，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事情。好。好，你唱，那我就一小段好不好？就是唱你开心的地方就好了，哪怕两句也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好，给他 echo 大声，reverb 大一点。哎呦，真的是好，不要紧张啦，你就当相信幸运抓住机会改变，偶尔寂寞也要保持笑脸，释放出快乐的整天。不要被现实的无奈限制的点，爱与努力零时差，勇敢女生没在怕，我给自己的做自己的都能直面每个破发点。谢谢他们醉了，他们醉了。哎，你唱那几句啊，我就有听到对，然后你把他，然后戴佩妮的歌找了一个可爱的小女生来把她用一些很正向的心情把她、然后不同的方式诠释。有，而且你刚刚在唱这个歌的时候，跟你刚刚一进来在唱《奇怪少女》的时候，不赶快不一样是不是？有，我有认真，我喜欢你这样唱歌、哦。希望之后就是有机会，就是在现场可以表演给大家听。那就你那时候去再唱给他们听啊。对啊，签唱会的时候就是他们难免也是会。唱什么歌，就是大家来就知道。不要讲，不要讲。我跟你讲，他们一定是期待的啦，因为我觉得简廷瑞其实对很多粉丝来说是一个
蛮喜欢去靠近的人。是，对，我就是亲和力还蛮够。有有有，而且、哦、没有没有，而且靠近你的时候会得到的那个回馈回来的一些状态，其实是很舒服的啦。就是你知道有些偶像追追追，然后嗯，堆堆堆的都不知道追到哪边去了。但跟你像你刚刚这样简单的几句聊天啊，还有跟大家做的那种心情分享，他是看你的平台上，都会觉得你是很有诚意的。谢谢谢谢，真的真的。而且我签唱会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是怎样？殷晨曦要去。除了他还有更特别的，比他去更特别。殷晨曦没有没有，我等一下跟赖给殷晨曦。就是因为这首都是我其实里面这次主要有加入一个舞蹈的部分，就是以前我比较没有那么常表演的东西，然后这次在签唱会会跳一个完整版的舞蹈。真假的？对对对对。所以殷晨曦要陪你跳吗？啊，你一直乱 cue 他，就是他上来跳真的就是一个杂场了，人家那么会跳。对，他还好，他还好，就是好朋友。我只是觉得会这个讲到他，就是我觉得他这次就是也真的很认真的帮你做很多的那个宣传。感谢各界朋友的帮忙。各界朋友，对对对，真的是各界朋友。跳舞，真的，我是看林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文静的电影中的女生，而且我本身就是其实有一点点的肢体障碍，真的就是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练舞的。我无法想象你讲这件事，哎，真的真的，我会以为你今天穿这样人整个就是利落，然后非常的带劲。至少在两年前、四年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肢体就是我不是那么的擅长，然后当然就是这两年，像这次练舞啊，我花很多时间，就很感谢我的舞蹈老师，就是花了很多时间陪我练舞，然后他也觉得说，哎，他觉得我好像就是肢体有协调一点，然后又比较进步，然后他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在重训，有在健身运动的关系，因为他说其实运动那个东西会帮助你的肢体，我才觉得原来就是我这样子运动也默默得到这个好处啊。是哦，对，因为我也有肢体上面的不协调的问题耶，同手同脚。我之前就是这样，我之前两年前我在练舞的时候，老师就是会说，你知道你同手同脚吗？就我自己还不知道，很可怜，就是同手同脚的自己还不知道啊，真的耶。对，然后他这次他就说，哎，你这次没有同手同脚，而且他觉得，天哪，他只有你没有同手同脚，没有，还有，老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第一堂课的时候，他说，而且我觉得你学舞的速度有变快，就是有比较整体感觉，看起来是有比较协调的。他说，我真的觉得，他说像很多跳舞的人，其实他都有在运动。就是不管是健身，就是做什么，他说其实那是会帮助到互助的东西。好，对，你刚刚这两件事我刚好都没有，就都没有在执行。没，那可以从运动开始，因为我好像每天都在走路啦。偶尔可以，对啊，就是像是其实游泳很好，跑步、重训都可以多少接触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讲的都是我觉得好累。对我来说，这个是可以蛮舒压的一个方式。舒压吗？你就泡到水里面吗？就是游泳，游泳也可以啊。游完泳，然后就是泡个那个，就是SPA，对 SPA 啊，或是烤箱啊之类，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蛮舒服的啊。真的，所以你这一身健康是来真的。来真的，我以为你本来就这样哎，没有没有，只是把衣服就换一套，然后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不敢穿这种衣服，哦，真的，所以现在就是走一种新的阳光开朗路线，对，就是一个阳光健康健美路线。要。哎，你喜欢自拍吗？我吗？对啊，是很必须的嘛，对不对？本节目啊，就是你知道他记得发稿啊。哎，没有哎，他喜欢我自己哦。你先自己啦。他怎么？他们写新闻的时候只喜欢拿你们的自拍的那个，啊，你看一个少女啊，然后要自拍之前一定要看刘海。好好好，刘海完了就换鬓角。鬓角。对对对。嗯。可以啊，都可以啊。你要先拍送我们那个三张，至少三张。等一下我给那个看一下。哦，怎么那么会啊？哦，那这个哦，哇，你不怕拿很近哎，欸？我说，想说你们会帮我就是套个滤镜，啊？不会啊，不会，是不是？没有，开玩笑的啦。好，你需要的滤镜，等一下再跟那个，谢谢，谢谢。啊，不是要跟我拍。不能做太大动作哎，欸。天哪，当我剪到手的时候，就是我已经不懂了。自拍都很安静。哎，对，我也觉得。哎，不好意思，这主持人借那个拍照之便，跟我那个旧时认识的好朋友，这个拍了一下照。哎，真的。
哎，跟你拍照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讲话、欸。自拍，之前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很红的影片，是要女生就是很安静，就是拿出是这个啊？对对对，没有，我刚刚想说我在跟你自拍，因为通常如果节目来宾来这边自拍，我就要吼好，对我就一直要在那边就一直嘎嘎嘎嘎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这样子。正能量女孩，安安大明星啊，写那个正能量的话喽。对啊，没问题。梦想，哎呦，来，我专辑是我的。好，那我现在写。你要帮我们送一张那个可爱的，在你那个书写过程当中那个梦想，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哎，应该就是对梦想对你来说，然后就是这也是可以发来那个，这也是本节目就是来宾最安静的时候，比自拍还安静。有些人还会写，有可能会写到十二点，如果他写不出来的话。不会，简廷若一定可以写出来的。随便那个，上次写最痛苦的应该是赖东贤啊。对，哎，后来，等一下我再拿来给你看。对，哎，你的好朋友赖东贤现在，哎，他现在也去，哦，他现在变好黑哦。没有，他现在已经是那是，我拜托你这个算什么？对啊，真的是东贤哦，真的哦，好好好。OK， 梦想，他写梦想版嘛？现在就是我认真的那个，为大家来翻译一下。哎呦，没关系啦，开心最重要，字大小。7月14号哦，简廷瑞的《大卫女孩》要有一个那个迷你专辑的签唱会，你写你的，我帮你。你知道我在 OS， 放在整个空间上，我讲就太安静。14号在板桥大圆柏一楼哎，好，我帮你拿麦。不会不会，一楼就是户外耶，大家可以就是参加完，然后还可以去里面吹个冷气啊。哦，真的真的真的，户外那边哦，好，还蛮开心的。15号比较厉害啦，一大早那个大家准备好要先去那个高雄的朋友要早起，然后到那个梦时代去等待幸福的简廷瑞来跟你们见面，因为在那个幸福广场，然后那个3点，我们如果让他可以6点才走的话，他就来得及在7点的时候在台中；如果我们让他6点半才走的话，他就要7点半才会到台中。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多多支持。好，然后迷你签唱会、专辑签唱会，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也会帮人家签名的意思。当然。啊，那如果真的爆很多人，还可以拍照呢。哦，还可以拍照。哦，是吗？你认真的？哎，他讲出去了。啊，他们点头，他们点头。啊、你现在说？是啊，是啊。是哪一种拍照？就是工作人员帮忙拍的那一种吗？就是。还是他？我们可以拿手机。到时候大家来就知道了。好好，对，好。要，那个游戏规则还是当天在公告好了，免得大家突然间整个那个。梦想对你来说就是有一个，其实我真的是蛮老派，但我觉得真的是不会不会不会，这对大家然后明明就写得很认真，然后感觉就是像在画画一样。这是你正常的字吗？还是你那个表演的字？没有正常的字。真的吗？有人有这样两种字是不是？有啊，就是画海报啊，有一种就是、哦、你懂那个概念吗？就这样，我字看起来蛮幼稚的。有一点。没关系啊，因此他一想就一直中枪。也不会啊，就今天你来，哎、欸，你的朋友都有来过啊，等一下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写的什么东西。哎呦，这也可以送给大家。大家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这样的状况才能够去追逐梦。哎，要签名，这是简廷瑞的梦想版。哎，是 David 的一个人，以后男朋友要叫大卫吗？真的，我后来有想到，哎，就是我真的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因为我后来有想到，就是。大卫女孩，大卫的女孩，所以真的哎，可能真的以后男朋友要叫 David， 没有啦。哦，所以贝克汉就是一个 David 哦，好，就是这样就可以，真的是一个。今天是6月19号。好。
没有没有啊，只在东西很重要。对嘛，你是写梦想，这是什么？是对吗？没事没事，哎，来来来来来，秀一下你的梦想版，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他写他的梦想，但我觉得他的梦想很适合跟大家分享。你要念一下，这是本节目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我觉得我的梦想是蛮老派，但我觉得其实他也是蛮实际的。是，对，因为我觉得梦想对我而言，我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对。然后呢，因为你有健康身体，你才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是啊，你才有能力去做。对、啊，如果你没有健康身体，其实你没有能力去做很多事情。天哪，你开始在老派了耶！不是真的，就是本节目今天在我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老派的氛围。对，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可以保护，对，你可以保护你爱的人，对，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这样子，嗯、你可以保护你爱的人，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这不只对你来讲，我刚刚你这边写一边写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段话其实也就是很适合、嗯，因为我们通常梦想版有些心里都会想说啊，就是今天来的那个大明星也分享给喜欢支持他的那个粉丝，是这句话也很适合送给大家。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而且入行到这段时间，突然对你来说要有更强大的将来，现在健康身体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对大家都一样。密集跑动考是更有感受，真的真的。最近对喉咙这些就是比较、疲劳的地方，有一些怎么特殊的照顾方法？啊就是、其实我刚刚就是很紧张，一方面是因为我其他声音其实很哑，因为最近就是跑很多的宣传嘛，然后还有很多的电台，电台宣传就是你知道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我们这里就是电视、电台，我们也一直讲话。很多都是，所以我最近在做最多的事情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所以就是前几天上完一个电台，我整个大烧虾，不会啦，就觉得天哪，就是。今天男人刚刚清唱那一段很有 feel 哎、欸，我喜欢。谢谢谢谢。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就带着诚意的表演，哪怕是即兴突然被我们那个讲到的，都会是让人觉得就是最珍贵的。是，谢谢大家。而且今天就在这样的开开心心的状况之下，跟你完成了一个小时的那个聊天，我个人觉得你会觉得 amazing 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还是我们下次再找你来，我们可以多设计一点怎么丢面粉啊？其实可以。我配合度算高，我懂我懂，但是我个人知道你平常是尺度很宽，所以遇到这种人，我们相信保守，我们就会点上蜡烛、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啊、今天是一个走一个点灯的路线，然后点上蜡烛，跟我们谈心，然后讲一些少女，祝福大家的那个最重要的。或是边聊天边运动这种东西，我也是很 OK 的。然后欢迎大家今天分享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要送出简廷瑞的立刻拍。啊，立刻拍，是的 ，OK， 请问他拍立的叫拍立的，不好意思，都可以，都可以。老人家有什么讲话，都是很合理的，所以请大家就是要记得分享，好、哦，好不好？然后简廷瑞的讯息再跟大家说，7月14号在那个台北有一场签唱，对，然后7月15号就是在高雄跟台中，那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来支持，那现场也会、嗯。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表演，没有关系。我跟你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首完整版的 MV 要送给大家哦，可以吗？可以，当然，谢谢。不要这样说，奇怪女孩，希望今天大家支持我们可爱的奇怪女孩，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大卫女孩，谢谢，希望赶快找到你的大卫哦，谢谢，好，谢谢金兰大明星，谢谢，下次见喽，拜拜。安安大明星陪你们聊到最彻底。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放晴，天晴了，我却又想撑伞。输了，我们去旅行，走两步，我又想休息。就这样，那么阴晴不定。包容我的奇怪，我是风筝，要自由的飞舞。你是我的方向盘。把乌云都吹散。
就胡言乱语。天晴了，